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大众向法师问讯，一问讯。阿弥陀佛。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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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修学华严义海百门。205页，啊，205页，二世流布者，未今见此尘名相大小，是世流布而共说也。然尘体全法无复种种差别，全以用不易提，是故存此假名。好，那么这个第二个异类呢，他来谈这个所谓的四流部。四流部呢，就是说在这个世间法上啊，它是怎么样被传播啊？啊，那在世间法上。传播呢，一定有个简单讲，就是有个名相嘛，啊，有个名相，有个分别，啊，譬如说我们知道，哎，譬如说啊，台南啊，高雄啊，啊，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基本上都有它这个名相，啊，有个名相，啊，那么所以这个讯息就是靠着这个名相的分别来。传递传达，那么这也就是所谓的世俗地啦。世俗地，世俗地呢，就是我们去做分别啊，然后有给它一个名相名称，就在世俗地上。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开始来学东西、认识东西呢，哎，就是教这个小朋友说：“哦，这个是什么啊？”哎，爸爸、爸爸妈妈，对不对啊？啊，然后这是什么啊？这是饭饭啊，吃饭啊，啊，这是吃菜菜啊，哎，他就是给他教了这个名相嘛。你看这小朋友啊，一开始呢，哎，就是哎教他认识东西，就是哎给他一个名相啊，给他一个名相，他就记住这个名相啊，以后讲这个名相啊，他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法。所以呢，我们的知识啦，啊，或者是我们的讯息呢，就是靠着这个所谓的名相分别啊，来去学习，来去传播啊，这世俗地啦。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包括我们现在学习义海百门华严经，请问你看到华严经的什么东西了？没有啊，你还是看到文字嘛。是不是我们现在读的全部都是文字啊？啊、哦、啊！至于真正的华严境界，你看到了吗？没有吗？我们还是停在这个名字、名相上面去
去猜测这个法，去揣测这个法嘛，哦，好，所以说我们呢，包括我们现在学习经典，学习经典也是一种流布啊，你看流通分，对不对？哦，每部经啊，这个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流通分什么？哎，这部经叫什么名字啊？谁谁谁啊？你应该要去流传这部经典啊，是不是？啊，所以包括我们的经典的流传也是一个四流布啊，啊，也是靠着名相，啊，也是靠着这些名相啊，啊，我们现在所有在读的都是名相啊，啊。好，那这个四流布呢？他说：“金见此尘名相大小哦，这个尘呢，就是指这个一种尘相或者一个法啊、哦。那么它叫做什么名字？譬如说叫做桌子、椅子啊、哦，它是大，它是小，你看都是有一个名字嘛啊、哦，它叫什么啊、哦？然后我们得到一个概念啊、哦，它是大的，它是小的。”它是蓝的，它是绿的，对不对？啊，或者它是红的。所以呢，就是世在世间法上，大家都这么说，这么来共同的认为说这是什么？啊，包括所谓的这个善跟恶啊，啊，也是我们现在认为这是善，这是恶啊，啊。譬如说在以前某个事情啊、哦、可能认为是不好，可是现在可能认为这样也还好啊。啊、哦、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在这个世间法上啊、哦、大家这么样的一个共许共说啊，这个就是四流布啊，这个是一个其实呢它是不是那么真实的啦。所以他后面讲就是一个假名嘛，你说好真的是好吗？你说不好真的是不好吗？对不对？啊，比如说大跟小，这里讲大跟小，请问你地球是大还是小？哦，那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就认为说哦，地球已经很大了，是不是？但是如果地球跟太阳比起来的话，地球还是非常非常的小啊。哦，可是呢，我们现在呢，我们认为它是大，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一个因缘，所以我们会这么认为哦，地球很大。好、哦，所以种种的分别，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性的一种相待的分别了，它不是绝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啊。哦，那绝对的是什么呢？他说绝对的就然成体全法，这个法就是法界啦。这个成体不管是一围城也好，或者是一个桌子椅子啊，一个成像啊，其实它的体性，任何一个围城成像，它的体性其实就是空嘛，简单讲就是空性。我们常讲缘起性空，对不对？缘起性空，所有的法都是因缘所生嘛。啊、不管大的，不管小的，不管好的不好的，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啊，你喜欢的其实也是缘起性空啊。啊，你不喜欢的其实也是什么？也是缘起性空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它的体性是一样的，什么空性，都是那个法界。全法就是全体法界。我们常举例子，就好像那个水跟波浪，对不对？这个小波浪它也是那个海水，大波浪也是什么？也是海水啊。所以小波浪呢，这个波浪虽小，可是它的体性就是那个整体的大海水，因为整体的大海水是不能切割的嘛。哦，整体的大海水不能切割，所以这个小波浪呢，它也是整体的大海水啊、哦。那这个大波浪啊、哦，也是整体的大海水啊、哦。
所以举体它的举体呢，就是这个整个法界。所以呢，无复种种差别，就是说，如果在这些成相上面呢，你去看到它的体性，它的体性就是全体不可分别的这个法界体。这个法界体呢，是无复种种差别的。这个法界体就是这个大海水，大海水你没有什么大浪小浪，海水它是不变不动的嘛，海水它是不变不动。有变动的都是那个起伏的波浪，波浪有起伏，可是那个海水的水性，海水的水性并没有起伏啊，并没有变化，所以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所以我们现在所分别的这些种种的名相，大小美丑善恶好坏，其实都是在这整体的法界当中呢，我们自己虚妄的去分别啊。就好像是大海水呢，这个大海水的水性不变，怎样？你就跟他讲说那个已经收那个了啦，再不然你就说，对啊，你就说他已经之前收走了啦，你说卖家已经之前收走了啦，好，那么就是整个大海水呢，它是不变不动的，那这个波浪呢，虽然有大有小呢，可是它的举体都是什么？就是整个大海水啊，就整个大海水。所以就大海水来讲呢，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大浪小浪的分别啊。那个水性不会有大小的差别，浪波浪的那个浪相才有大有小，可是它的体性那个水性是没有大小的分别。所以呢，我们现在分别这个桌子椅子呢，这个是它的相上呢，我们会分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是相上。可是桌子它的体性其实就是整体的法界，椅子也是整体的法界啊，一切的万法，任何一个法，不管小不管大，它都是整体的法界。这个整体的法界，如果你能够见到这个整体的法界的话，整体全法，这个全体的法界是没有这些差别的啊，没有这些差别的。所以我们会起分别呢，是因为我们迷失了这个体性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直禅宗一直强调说要见性，见性，见到这个本来不变不动的这个本性啊，所以全以用不异体呢，是故存此假名。用不异体，就是说这些用，就是我们分别出来的这些名相，这个是有它的用处啊。譬如说，你叫桌子，桌子干嘛用的？跟椅子的用是不一样嘛，所以用是有差别的啊。你不能坐在桌子上面，你是坐在椅子上面，对不对？等一下我们是吃饭，不是吃石头，对不对？所以说用呢有差别，可是这个用呢不异体，它的体是同一体性，没有错。石头也是整体法界，米饭也是整体法界，可是它用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是故存此假名啊，就是说在用上的话呢，你还是不得不这个依这个假名来去起用，虽然这个用呢它是不异体，用呢其实就是缘起嘛，缘起之用不同啊，体呢，体是性空啊，是一个性空啊，一个空性不变不动啊。可是今天我们要论用的话呢，当然就要存此假名啊，等一下
吃饭不能去吃石头啊，对不对？啊、那么等一下这个要扫地啊啊，扫地的话就不是洗碗，对不对？洗碗就不是扫地啊，洗碗要用洗碗的工具，扫地要用扫地的工具，不一样，对不对？你不能拿扫把去洗碗嘛，是不是？啊，你也不能拿菜瓜布来扫地嘛。啊，他这些假名，虽然他是假名，可是他的作用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假名还是有他的用处。所以唇齿假名，你不能说那这样大家都同体，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随便啊，等一下吃饭吃石头啊，或者吃甚至吃大便都一样啊。啊、哦，反正都一样嘛，你不是讲嘛，都同体啊，石头、米饭、大便都是同体啊。啊，师傅，等一下你吃大便就可以了。啊，师傅，你讲的嘛都同体，啊，所以这就是不能坏了这个假名。虽然是同体，不能坏这个假名，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讲空呢，不能破坏了缘起啊。哦，所以说不是空了就是错乱掉了，不是这样子，啊、哦，空就是缘起，缘起就会有用作用的不同，哦，缘起就会有作用的不同，这个不能错乱啊，这个不能错乱，啊、哦，好，所以用不一体呢，是故唇齿假名啊，啊、哦，作用呢并不会跟这个体性有所冲突，所以仍然保留了他的假名。虽然体性是同一个，体性是同一个空性，可是并不会破坏这个差别的假名。差别的假名的作用还是会存留下来的。并不会说呀、啊，因为都是同一体性，所以就假名通通不要了。不会，假名还是必须留着。这个就叫四流布啦，因为如果没有把这些假名存留下来，这世间没办法留布啊。张三就是李四就是王五，那通通都不要有这些名字，对不对？哦，那这样这个世间大乱了，世间大乱。哦，所以虽然讲性空，可是不能怎样，不能破坏世间的这个假名啊。所以说啊，世间讲伦理道德呢，不是说学佛了就不用啊，都是空的啊，也不用注重伦理了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你看，譬如说地藏经，你看地藏菩萨这么孝顺，对不对？啊，他为了母亲来发广大誓愿，要度一切的众生啊，希望他的母亲可以脱离这个三恶道苦。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他的孝心嘛，是不是？哦，不是说啊，反正都是空，哎，就不管了，不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学佛呢，这个空哈、啊，不可以有误解啦。这个空呢，我们虽然常常讲，好像大家好像有点懂了，其实很一不小心呢，我们对于空啊，就又偏差掉了，你会落入断灭。所以空不坏假名，不坏假名，所以四流布啊，在世间法上的流布全部就靠这些名相啊。你譬如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不对？君臣父子夫妇，就是这些伦常嘛，伦常就是以这个来讲，全部都是名相啊。当国王的，当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当臣民要有臣民的样子，对不对？当父母的要有父母的样子，当儿女的要有当儿女的样子，否则乱了套了。所以讲空性不是说乱七八糟，那这叫空性，不是、欸。这个十玄门里头他有讲一句话，他说参而不杂。掺和而不杂乱，掺和而不杂乱，
或者我们再讲一个例子，譬如说镜子，所有的人呢都照在同一面镜子上面，对不对？你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在同一个镜子上面？是啊，大家都在同一个镜子上面。可是大家虽然在同一个镜子上面，可是张三王五李四是不是还是分别的很清楚？是啊，不会说同一面镜子所以张三跟王五都混在一起了，不会。虽然是同一面镜子，可是张三王五李四还是清清楚楚看到了不一样啊、哦、这就是四流部啦啊、哦、所以这一门叫做体用啊、哦、开合门体用，所以这就说体是同体，可是用是有差别，所以这个四流部就是在讲用嘛啊、哦、世间法上的流部呢啊、哦、就是要靠这个名相，所以说你说名相重不重要？有时候有一些人学佛呢，你会听他讲说哎呀学这些名相干什么，有没有听过？有吗？哦啊，这些名相没有用。哦，这个有时候是有一点点偏差啦。哦，执着名相固然当然也是不对啦。哦，执着名相固然也是不对。可是呢，没有好好把名相学清楚呢，也是一个问题啊。对不对？那你简单讲，名相学不清楚就变成什么？在世间法上你无以为力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我们世间法上，比如说我、哦、现在科技啊、哦、你看科技讲的就是什么、哦、这些讯号，这些数字，你只要有一个数字有一个讯号不对了，你就宕机了嘛，对不对？你就宕机啦。所以这个每一个讯号，每一个线路，每一个方程式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不能够混乱掉，混乱掉你的法界、哎、也就乱了、哦、那这不是学佛啊，学佛不是说学到最后乱七八糟、啊、都不管了，不是这样。学佛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哦，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那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啊，都要清楚明白啊。所以这以佛法来讲，它叫做厚德智啊，啊，又叫方便智。所以菩萨道呢，菩萨道为什么要三大阿僧祇劫？他有根本智，有厚德智。啊、哦，厚德智呢，他就必须要学习各式各样能够利益众生啊，啊，你譬如说，现在如果行菩萨道，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你就多多少少，你对这些科技啊，你必须要有点怎样，有一点了解啦，哦，不然的话，你要怎么去跟现在，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对不对？啊，他们都活在什么？哎，他都活在这些他们都活在手机上面的，对不对？啊，他们都活在这上面，啊，那你现在不跟他们接触，你就度不了他了啊！啊，你看菩萨为了要度众生，菩萨为了要度众生，他所以他要在生死之中啊，啊，只是说他生死当中，可是呢，他的生死却跟涅槃是一样，为什么？他知道生死如幻如化，啊。譬如说网络，你看现在很多人就年轻人，他就是执着在这个网络上面，不知道网络其实是什么，是如幻如化的啊、哦。你看他之前，应该也是一个女的明星吧？哦，他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了，然后就去自杀了，有没有？这已经有好几年的啦，哈、哦，包括其实像之前我们日本好像一个外交官嘛，是不是啊、哦？也是自杀啊、哦，那也是跟网络上的不断的啊，这个叫网军呐、啊。现在这几天哈、哦，哎，这几天好像网军，哎，网军很厉害哈、哦，哎，网军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网络呢，就是说，
就跟刀枪这个刀子一样啊，这个刀子呢，你用得好，它就是在厨房里头切菜啦，手术刀啦，对不对？啊，它可以救人，它可以帮人，它可以养活人，这个刀子。啊，但是这刀子也可以怎样，也可以杀人，那就看你怎么去用它。那网络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啊，网络也可以帮助很多人。你看，像我们现在在弘法也是怎样，啊，透过网络，有一些佛友他不能来，对不对？他透过网络，啊，他多多少少可以有一点讯息嘛，啊，所以这个网络呢，这就是说，这个就是世间法。那么菩萨道，他要度化众生，他必须要有世间法的方便。你看我们千手观音，你看为什么那么多手，哦，那每一只手拿的法器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千手观音他 那个手拿的法器，有空大家再去看一下，哦，有的拿莲花，有的拿宫殿，有的拿什么样各式各去法各样的法器。去年吧，有一次去看那个一个佛像佛画展，啊，那个佛画展呢，他画的千手观音，他有的那个千手观音，他的手是有的是拿高铁，还有拿飞机的都有，啊，就是说，就是说千手嘛，啊，他为什么要有千手，要拿不同的东西，这个叫做四流布啊。哦，五蕴皆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空性就是那个法界本体，空性是无名无相的，没有错。可是今天他要度化众生呢，他必须在世间四流布。所以你看菩萨他必须因以何身则现何身嘛，对不对？因以何法啊，即说合法，或者是用合法，对不对？啊，所以说那个佛画，那一次的佛画展也蛮有意思的。哦，那个黄师兄好像应该也有拍相、拍照啊，有机会再请他秀给大家看。哦，那有那天手有拿高铁的，也有拿飞机的，还有，应该注意看，说你也有拿手机的啊，对啊，就是。这是现代的观音啊，就是这样啊，啊，不然还要怎么度众生？啊，不然还要怎么度众生啊？对不对？哦，所以佛法是很灵活啦，哈，哦。当然，这灵活当中，必须有他的清净心啊。那个清净心的那个本体啊，清净心那个本体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妙瞻总持不动尊，这个是那个法界本体是不动的。可是他要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就要起方便了。所以为什么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说，因为要度众生，他必须要有这个厚德智，有方便智，才有办法度众生嘛，哈。所以菩萨道呢，我们不要想说啊，很快我们就可以成就了。度众生没办法很快啊。对不对？度众生，我们自己要快可以啊，但是自己最快，就是你自己得证到阿罗汉是可以很快七生啊。就是说，如果你得到出国之后，很快你就啊，就真的你很精进，其实可以啊，这个七生就证到阿罗汉了啊。但是菩萨道不是你自己就可以解决了，还有众生啊，众生不是那么快的啊，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家人就好了，家人要度他学佛这么快吗？这么好度吗？对不对？啊，他也是众生呢，对不对？那跟你有缘的众生你就度不起来，度不到，那你说你可以度无缘的众生？啊，所以这度众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需要啊有很长的时间。啊，有很长的时间，你有足够的能力，善巧方便，你才有办法啊，达到这个度众生的一种圆满啊。好，啊，所以这个不坏假名啊，简单讲啊，就是说，虽然是讲空性，可是不坏假名，
而能够事流布啊，所以这个假名虽然它是假的，可是很有用啊，啊，可是很有用啊，对不对？啊，经云一法有多名，真法终极无，不思法性故，流布于世间。哦，最后他引这个经文来说，他说一法。这一法就是指一法界嘛，一真法界性，法界本体啊，这个法界本体一真法界，它有很多的名字啦啊，可是呢，真法终极无啊，这一法有时候叫法界、叫法性、叫真如、叫佛性、常住真心啊，很多名字。可是呢，真正真法中就是。真正的那个一真法界，它其实是无名无相啊。当你讲一真法界，当你讲一真法界，当你讲法界的时候，你脑海中就起了一个所谓的法界的概念跟想法，对不对？啊，我讲法界，啊，我现在讲佛性，哦，你脑海中又想什么？什么是佛性？对不对？啊，那我想我现在讲真如哦，你脑海又想出一个什么真如，所以当我讲任何一个名相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头就出现了某一种概念。其实这个法界体不是任何的名相跟概念啊，可是呢，要留步世间，因为无名无相不能讲，那佛法就断了啊。啊，所以呢，拈花微笑，佛陀讲经四十九年。佛陀讲经四十九年，拈花微笑用了几次？用了一次而已啊，对不对？啊，他再多用几次，就没有人要跟他了啊。所以他四十九年最常讲的，还是讲般若，讲空性。他一直讲空性，他是在讲名相哦。你看《般若经》很长哦，《般若经》讲了多久？22年呢，对不对？可以说49年的弘法，将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讲，哎，无言而鼻生意啦，啊，无苦集灭道啦，就是在讲，一直在讲这个空、那个空、那个空、这个空的。其实，只要他讲出来都已经不是空了。都是名相嘛，只要他讲出来就是名相啊。所以佛陀讲经四十九年，他其实大部分讲还是得透过名相。为什么？这是事流部，真正的那个真法是真的没办法讲。可是如果不讲，佛法要怎么流传出来啊？就我讲了拈花微笑，好吧？拈花微笑那么多人在下面，也只有个人看懂开悟啊。对不对？就一个迦叶尊者看懂开悟了，只有一个人在笑，其他的人都是眼睛大大的啊，很多的惊叹号、问号啊。所以真法虽然不能讲，可是要帮助众生，还得靠用讲解的啊，就是要讲啊啊，而且讲的时候呢，不失法性。虽然讲了，可是也不会违背了这个空性啊。也就是说，虽然讲，可是没有执着分别啦。啊，虽然讲了这些种种的名相，可是他的心没有起分别。啊，譬如说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虽然我这样去讲张三、李四，讲好讲坏。可是我的心中没有起分别心，就是说我的心中不会起了贪嗔痴啊，简单讲没有贪嗔痴。张三是好人，我也没有去贪爱他；李四是坏人，我也没有去憎恨他。哦，譬如说，今天我早上看到一则新闻，好像有一个小孩把他。的父亲用棉被闷死，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条啊？啊、哦，闷死了7天啊，
后来发现，然后警察一直调阅一些监视器，就发现这个他这个儿子是很大的嫌疑，最后就抓到，就他自己也很激动啊，就是我是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个小孩子是很不满他怕爸爸对他母亲的态度啊，就是这样，然后就。其实你看现在的人好像也是常常就是耐心、同理心还是怎么样哈？你看劝那个 Seven 的店员劝人家说戴个口罩，对不对？就可以把他刺死所以现在大家现在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便利超商的店员不用劝了。就放扩音机就好了，虽然我现在去卖场都不会有人劝我要戴口罩，不然之前真的嘞，有时候忘了他就说先生你口罩对对对对对现在他都不会了然后前好像又是这一两天，一个店员又劝人家说：“你排队不要，你买东西要排队，不要插队。”这样又也不行，也好像，好像就是不晓得怎样，就好像是不是打他还是怎样了，还是骂他，就是说，就劝他说：“先生，你买东西不这个不能插队。”这样也是不行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大家好像。这个情绪管控好像不是很好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呢，这个教育还是要想办法还是要想办法再加强了就是说，尤其对于自己的心的情绪的控管这个其实你看嘛，你生气了。或者是对人家施暴了就解决问题了没有我看你看最近很红的就我们那个高嘉瑜那个男朋友也是这个暴力这个其实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台湾目前社会的一个冰山的一角啦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你看大家一直在接受各个方面的讯息网络上对不对那大家知道网络上很多的讯息其实很煽动性的很煽动性的你越看你就越心浮气躁你越心浮气躁大家又没有真正那么好的定力汇率去检测这些所有网络的讯息所以人心很轻浮啦，很浮躁，很躁动啊，所以你看这就会影响，现在，你像以前50年前、50、60年前的时候的人心，虽然说物质条件不是很好，可是好像基本上是很安全啊，阳光、空气、水，对不对？也不用一天到晚戴口罩你说现在想一想现在比较幸福还是50年前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这个田园里头奔跑的样子到底什么是比较幸福所以说这个科技本来是应该给我们更好的生活可是因为科技我们要牺牲这么多的地球上的这些资源你比如说空气水发电这些问题这些都影响整个生态的这些都影响整个生态所以说真的我们其实有人类是有很多需要再去检讨了尤其是我们这情绪的管控情绪的管控真的是蛮重要
好，那总而言之，不思法性故留步于世间、啊、就是说，虽然它是空性，可是它可以、种种名相呢、去流通、流通这个不可说不可说的佛法了、好，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观体用者为了达成无生无性一味是体，制造理时不爱事相宛然使用。好，这一例这个异类呢，基本上就是可以讲，就是特别就是跟我们整个这一门是相合的啦。体用啊，讲体用嘛，啊，那这一门是体用开合门啊，它是讲体用。什么是体？了达成无生无相，无生无性一味，这个就是讲性空嘛。啊，所以体就是性空，体就是性空。啊，制造理时不爱事相宛然适用，这个就是缘起嘛。啊，所以缘起不爱事相宛然呢、啊？哦、啊，现在上课我们就好好坐着啊，听课。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就去吃饭啊。等一下出播，做一点打扫啦，还是说准备菜饭呢？这个就是它的缘起之用嘛。事照理时，就是你要看清楚现在是什么因缘啊。虽然是性空，虽然是空性。可是现在是什么因缘？你要了解，然后去做这个因缘当下该做的事情。啊、哦，虽然是空性哦，可是呢，现在是上课，我们就要好好上课。啊、哦，虽然是空性哦，等一下吃饭，我们就好好吃饭。啊、哦，然后睡觉就好好睡觉。哎，所以祖师讲嘛，老实吃饭，老实睡觉。啊，这就是用啊！哎，该吃饭你就好好吃饭嘛，该睡觉你就好好睡觉，该工作我们就好好工作，啊，活在当下，这就是一种用啊！啊，所以就是制造理时，不爱事相宛然。虽然他知道空性呢，可是空性不爱缘起呀、啊，啊，不爱缘起，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时空。哦、那现在呢，现在你来到了新善寺这个空间啊，我们就做哎，应该我们现在是新善寺，我们是信徒、哦、啊，信徒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一下回到家里了，回到家里了，你是爸爸啊，你是先生，你是太太啊，或者是你是儿女，你该扮演什么角色啊、哦？这就是缘起啊，啊、哦，所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啊，有不同的一个作用运用啊，啊，所以性空不爱缘起啊，啊，事虽宛然，恒无所有，是故用其体也。如会百川，以归于海。理虽一味，恒自随缘，是故体即用，如举大海，以明百川。啊，好，这个就是。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啊，他现在开始要二谛融通了啊。前面先讲什么是体，什么是用，啊，体是性空，用是缘起。接下来呢，就是讲一体起用，用全归体啊，啊，二谛圆融啊。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啊，虽然在事相上呢有所不同，事虽宛然。可是呢，它却是怎样？毕竟空啊，为什么？缘起就是性空嘛，哈、哦，所以事相上虽然不同，可是呢，恒无所有。现在我们的众生的问题是在怎样？我们事相往容当中呢，我们却执着有啦，啊、哦，我们却执着有了。最简单的，比如说啊，我们大家有家庭。那我们去反省一下，我们的烦恼呢，90%都是从我们这个什么家庭产生的嘛？啊，我的先生、我的太太、
我的公公婆婆，哎，我的小孩怎么样？啊、哦、啊，或者，哎，这个家庭的财产怎么分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这些，啊、哦、啊，大家都很执着啊，对不对？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争执嘛。啊、哦，先生觉得太太应该怎么样，太太也觉得先生应该怎么样。哦，儿女觉得父母应该怎么样，父母也觉得儿女应该怎么样，都是很执着。啊、哦，忘记了说，其实实在是不可得，恒无所有。啊、哦，被这个事相上迷惑了，在这个事相当中执着了。啊、哦。比如说，我们最看的就是、啊、我们这做父母会执着自己的儿女啦，啊、哦，会执着自己的儿女。可是我们常讲啊，这父母生了小孩子的身体，能不能生他的心啊？不行啊，嘴巴都讲得出这个道理啊，但是呢，哎，做不到，做不到、啊，哦。所以我们就会常常为了这个儿女，哎，为什么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啊、哦？常常会觉得，哎，这个不满意啊、哦，不满意啊，或者是烦恼啊，担心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对不对？啊、哦，好，所以呢，我们的问题是。在宛然的事项当中，我们执着有了，其实它是恒无所有的、哦、好像看电视啊，看电视，电视上演的这个，演的这个什么《甄嬛传》也好啦，还是演的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戏剧也好，其实有吗？没有啊。可是我们就，哦，好像每天都可以聊八点档。哎、欸，其实不是现在。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那时候，啊、哦，哎、欸，隔天上学的时候，我们还在做小朋友的时候，就会讨论哦，昨天，哦，哎、欸，那时候比较红的就是那个什么楚留香啊，我们那个时代哦，楚留香，啊、小李飞刀，你看哦，还印象很深刻，哦，就会讨论啊，哦，哦，还会跟同学互相比划一下。啊、欸，看我的弹指神功，对不对？你看，啊，其实是没有啊，就是一些电脑电子的讯号在那边，亮来亮去而已啊。好，好，所以用集体就是，其实它是在空性当中啊，所以缘起的用，其实就是体性的空啦、啊。啊、哦，缘起的用就是体性的空，然后他用譬喻就是会百川以归于海，好像呢我们这个淡水河啊，或者浊水溪啊，一旦流入大海之后呢，你就不会再去分别说这个是浊水溪的水，还是淡水河的水。还是长江的水，还是黄河的水，没有了，它就是大海水。啊、哦，一旦河流流入了大海之后呢，它就不再有分别了。所以这缘起的万法的现象呢，当你知道它空性的时候，就像这个所有的百川流入了大海之后，你就再也不会去分别它了。它是一个大海水，虽然在这之前它是长江水，它是黄河水，它是浊水溪，它是淡水河，啊，它是大汉溪，可是，一旦流入了大海之后呢，无复分别，啊，所以这宛然的事相呢，当你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同一法界体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为了说啊，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啊，还是谁谁谁怎么样，儿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啊，先生怎么样，太太怎么样，你就会放下了。他是毕竟空的，
它是同一个法界体的啊，这些都不要再去分别它了，分别也没什么用啊。当你能够啊归于大海的时候，百川归于大海。所以我们现在哈，常常要想说百川归于大海啊，我们眼睛看到种种的人事物，耳朵听到种种的声音呢，你有没有办法像百川归于大海啊，缘起归于性空，这样你就可以解脱自在啊。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说啊，我眼睛看到什么，耳朵听到什么，一直在那边执着啊，谁谁谁怎么样，你一直在执着这个人怎么样哦，哎，我们呢在家庭是这样，我们在道场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性没有改变嘛，我们执着分别的习性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来到道场呢，我们要学习改变。当然不是说大家一来了就都改好了，没有了，哪有那么简单啊？不要说你还没有，我也还没有啊，对不对？像昨天马来西亚啊，他们有一笔捐款比较大一点啊，那个信徒就跟我讲，师父你是不是很高兴？我说对啊对啊对啊，我很高兴。好，你说都不会有分别心呢？是不可，没有那么简，没有那么容易啦。但是我们要学习呀，常常要关照自己啊。你看我又起分别心了，我又起分别心，我分别这个好，这个不好，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到底怎么样？那个不是重点啊。谁怎么样，谁谁谁也不是重点。重点，如果我们真的要懂佛法，你真的要入佛法，那不是谁谁谁，也不是谁怎么样的问题，是我们的心为什么又在分别了。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把百川入于大海，入在所有的缘起，不管好的缘起、好的缘起、坏的缘起，都是归于性空嘛。你一直在执着那个缘起是好是坏，那是不会，是没办法入佛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我们要知道说，来，尤其我们大家今天既然有缘可以来到道场，如果还是跟在家里一样，那就没有意思啊。好，所以来到道场呢，当然不是说来到道场我们就都改好了，你都改好，你也不用来了。就是说我们还没改好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要怎么改，改的关键点在哪里，对不对？缘起的事项，如果你一直在这个人我众受相这些人事物的分别里头转，那你当然永远不能入了这个真正的佛法嘛，真正的法位你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我们要真正入了这个法位，你一定要怎样？你常常要想说，今天讲了一道海川，百川入于大海，就这样，所有的河川都流入了大海，所有的缘起有办法把它归到什么性空？常常要这样想哦，常常这样想，我们慢慢会进步啊。他今天赞叹我。他今天批评我，他今天给我脸色，缘起性空了，还这个百川纳于大海啊！你这样常常要这样想，这样想久了，那你就不一样了，久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来道场，常常讲要修福，也要修慧啊，做义工很好，帮忙煮煮饭当然。可是呢，有时候我们没有修慧，就是怎样？一边在修福报，一边在造业啊，造什么？造口业的挺多了。什么叫做造口业？就会，看到我们
佛友有时候就会就对不对啊？这样就很可惜啊，没有啊。我们会去讲什么人怎样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心去怎样去动念了，去动念了。很多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大家来到道场都是只是接触到某一个片面而已，对不对？你比如说哎，我们隔壁旁边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种种成长过程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用你过去的了解去判断这个人怎么样，这样你觉得有公平吗？或者是说别人来判断我们，然后他完全就不了解我的成长背景，我的家庭，我的种种，然后他这样子来判断我，你会觉得这样公平吗？你觉得不公平吗？对不对？那你这样去判断人家是不是也不公平呢？对，所以我们不要用很片面的一个看法想要去评断说啊，我们眼前这个人怎么样，这个是不客观啊，我们不要说 不公平啊啊、哦、而且在佛法上来这也是很没有意义啊。为什么？这佛菩萨大慈大悲，对不对？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大慈大悲？他有说他不度坏人吗？你要说最傻的就是我们地藏菩萨，他就专门度这些度这些最麻烦的人啊，就已经掉到阿鼻地狱的地藏菩萨有说这些人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对不对啊、哦？地藏菩萨没有说哪个人无药可救，他还不断的啊，不断的要去度他们，不断的去度他们啊、哦。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想啊、哦，我们要学佛啊、哦，我们要去想说为什么菩萨他可以这么做啊、哦？那我们现在一时做不来，可是我们要慢慢要去突破嘛啊、哦。所以第一个，我们来到道场呢，真的要修福，要修慧。修慧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你要从差别心、分别心，能够先到怎样？百川要先入于大海这一点。哦，简单讲就是说，你不要去一直用分别心、比较心去看待这个。啊、哦，我们不要说在家里，我们先在道场先练习好了，因为家里更不容易啦。哦，因为道场是大家都还有点学佛，还有点共同的信仰，愿意来这里，所以会比较容易去，因为大部分人至少都会来听佛法嘛，大家有点共识。家里都不一样哦，有的人吃素，有人不吃素，对不对？哦、啊，还有基督教、天主教的，什么教的都有，所以你说要去改观自己，有时候更不容易啊。哦，那第一个，我们先从道场做起嘛。来啊、哦他怎么做我顺眼不顺眼，我要有办法百川入于大海啊、哦、百川入于大海。顺眼不顺眼就是我们自己去，你要讲顺眼不顺眼，那个地狱的众生哪一个是顺眼的，对不对？地狱众生哪一个是顺眼的？都是最不顺眼的人啊，对不对？但是地藏菩萨有说这个人真的很不顺眼哦。没有啊，再不顺眼地藏菩萨有说要弃舍他吗？没有吗？哦，对，那我们 来到新三世的佛友 还不至于是地狱道的嘛，对不对、哦、那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常想就是说海纳百川、哦、不要一直停留在说啊，他是哪条溪哪条河的。进到一旦来到我们新善寺，新善寺就好像这个大海水，这个人他过去的家庭他的背景怎么样，他一旦进了新善寺，我们就是平等心，我们就不要去分别他，这就是海纳百川嘛、哦、就是海纳百川、哦、其实这一点呢也是从佛陀他制定出家也是这样子啊。尤其你看印度啊，
印度是种姓制度的一个国家跟文化。种姓制度你知道吗？到现在已经公元2021年了，他那个旃陀罗就是他的贱民啊。啊、哦，有时我听他们讲，到现在还是这样哦。如果是比较高的等级，他隔壁谁谁谁，啊、哦，虽然他文化很高，读书很高了，或者也有点钱了，有点地位了，但是他是贱民，你知道吗？就是他的贱民是世传的，懂吗？你如果你的父母、你的祖先是贱民世祖，你就永远你这一家系就是什么，就是贱民。哦、他们说到现在那个很多的地方就是那个贱民他坐过了椅子离开了以后、哦、那个家人就赶快拿水来冲来洗、哦、你知道吗？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啊还有他们在考试制度上面也都会去分别说你是哪一个种姓、哦、那这所大学他会依照种姓来配级，说他应该要招收婆罗门几个学生，招收这个国王大臣这个等级几个学生，他是这样子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哦。所以佛陀当时是怎样？一旦出家了，他就说所有的这些种姓这些分别，通通不可以再有了。哦哦、所以当时呢就是佛陀、欸、这个当时的那个剃法师啊，优波离啊，优波离尊者、哦、他持戒第一。优波离他原来是什么？他就是贱民制度，他就是在帮那些王子有没有、哦、那剃法的，他是属于这个贱民的最低下的那个阶层啊、所以他当时呢，佛陀度他出家，就不得了了。然后呢，他出家比较早，佛陀的那些堂兄弟有没有？啊、佛陀的那些堂兄弟，包括阿难就是啊，啊、阿难也是佛陀的堂弟嘛，啊、还有那个要害佛的那个是谁？啊、那个要害佛出佛身血的那个。提婆达多他也是佛陀的堂兄弟啊、哦、当时国王就说你们这些没事的王子、哦欸、没事就 去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哦欸、我们是这个释迦族，他就算出家了他还是王子啊，不能让他人单 人单力薄啊、哦、你们要通通去出家，反正你们没事、哦哦、好，所以说那些王子那些王哥们比那个贱民慢出家。佛陀说我们你出家的规矩就是怎样，慢出家的要先跟什么，先出家的顶礼，对不对啊、哦、你是师弟啊，你师弟要跟师兄顶礼啊。哦，那你看这下子这是不得了了。以前他是高高王子，高高在上的王子，那个贱民是非常低贱的，要帮他们服侍的。现在什么？哎，要跟他礼拜，哇，这拜得下去吗？那佛陀说拜不下去，你就不用出家了。啊、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说不一定是出家，即使我们在家一样，就是你要去打破那个分别啦。简单讲，哦，真正的出家就是你要去打破这种不平等、等级这些分别，这个就是真正的出家嘛。哦，所以我们不要一直用自己的想法去看待这我们周遭、的这些人事物吧。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哦、你一直用我们过去的想法去然后执着我们的想法，那你这样怎么有办法入佛法呢？你就是要放下，
哦，才有办法百川入于大海，这点是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多讲了一点哦，这个例子太好了，会百川以归于海啊，啊，你常常去想。啊，反过来，理虽一位，恒治随缘，是故体极用也。如举大海以明百川。啊，反过来，这个道理空性呢，虽然是一个，可是呢，它随缘起用啊。啊，随缘起用就有差别了。这个是这样，你要度众生的时候哈，你一定要度众生的时候，你不能全部都用同一套哦。啊，虽然你是平等心，无分别。无分别心，可是你今天接引，譬如说，哎，你接引男众跟接引女众，啊，你接引比较年长的跟接引年轻的，能用同一套吗？不行啊。哦，你接引年轻的，可能就有时候来看看电影啊，啊，喝喝咖啡啦，对不对？啊，你看，你像我们那个王承德，就喝咖啡喝来的，对不对？啊、哦，对，啊，你要是他说，哦，来要、哦、来拜忏哦，哦，我就不爱嘞，对不对？啊、哦，就是说，那你要接啊，你要说老人家一下子就哎来点喝咖啡，他说我喝什么咖啡啊，对不对？啊、哦，就是说这个用不同啊，啊、哦，虽然是平等心，这个大海没有分别，可是呢，哎，这个你不能否定掉它是哪一条河哪一条河啊。不能把河错乱掉了、哦、所以这个用呢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度众生起用的时候是必须有分别有差别的、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对不对？不能说他现在才一年级，我就要国小一年级你就要教他微积分，那他做不到嘛、哦，他现在才刚入佛门，什么都不懂，你就要他做这个做那个，他们都做不到嘛，对不对？哦，所以说这个呢，要啊、还是要用有差别啦哈、哦。有理事互融故，体用自在。好、哦，所以呢，理事互融，理就是讲这个性空嘛，事就是讲缘起啊，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的这个互融无碍。所以就体用自在、哦、所以我们常讲的学佛我们要的差别而无差别，无差别而差别、哦、这个不是在绕口令、哦、这个就是说我们要 去用心，就是说面对不同的人事物，我们是要平等心，我们是要平等心慈悲心，没有错、哦、可是平等心慈悲心当中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放在同样的位置，或者是做同样的事情，啊，譬如说啊，我们在座很多都是为人父母，为人父母呢，你看都是爱小孩，都希望小孩好。可是假设你有三个小孩，同样你都爱他们，可是你就会知道说，不是说三个都要做同样的职业啊，是不是？啊。因为这小孩子他的兴趣不一样，他的能力不一样嘛，是不是？你不可能说虽然我都爱你们，可是你们三个都一定要做什么样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嘛、哦、所以真正爱小孩呢，你必须要、看他的兴趣，看他的因缘，让他去做他适合的事情嘛、哦、所以这个、用呢是有差别的、哦、用是有差别的、哦，若相入则用开差别，若相即乃体恒一位，恒一恒二是为体用也、哦、相入、比如说相入我们就是用这个有跟空来讲，有就是缘起嘛，空就是性空、哦、有入于空，空入于有、哦、这个相入就是互成啊，互相成就。好，我们看一下我师父的解释，在208页的中间。相入者互成也、啊、相即者，隔壁两行相即者就互夺也、啊、
那么相入呢，就是说互相成就，啊，此入彼则此成彼，啊，那彼入此呢，则彼成此，啊，就是互相成就，互相成就就是说，啊，两个都存在了，两个都存在，两个都成就。比如说有入空，有入于空，有入于空就是空成就了，空入于有呢？空入于有，那就是有成就了，所以这样有也成就了，空也怎样成就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可是有跟空是有差别的，所以叫用开差别啊。就是说相入的话，就是万法都成立了啊，万法都成立了啊，那万法都成立，所以万法有差别啊，万法的用不同啊，所以相入就是万法彼此互入呢，彼此都成立啊，就有差别之相嘛，有差别之用。可是如果相即呢，相即是互夺啊，互夺譬如说刚才的色即是空，对，色即空就是有即空啦，有即空那就是有被夺掉了啊，有即是空就有被夺掉了，空即是有呢，空即是有，那就是空被夺掉了。所以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就是它可以从两个角度，一个是相成啊，一个是相成，一个是相夺啊。那相成互成就是相入啦啊，互夺就是相即呀 啊，所以同样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啊，色即是空，空即色是色呢，就是如果从相入的角度，就是色跟空都成立了，然后色跟空呢是用开差别。如果是从相即的角度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变成相夺了，互夺了，就是变成色也不可得，空也不可得。啊，所以色即是空，就是色不可得了。啊，色即是空，色不可得，因为是空啊。可是呢，空即是色，空也不可得。啊，因为空是色嘛，所以空也不可得。啊，就变成互夺，互夺就是色跟空，啊，或者是有跟空都不可得了。啊，那就是泯一切法了，一切法都不可得了。那这个就是空性嘛，啊，就是空性体恒一位。啊，其实这个还是缘起性空啦 啊，用开差别其实就是缘起啊，体恒一位就是性空啊，啊，只是说他现在讲的更深入一层啊，变成一种相入互成跟相即互夺啊的更深一层角度来讲他的体跟用啊，讲他的体跟用。所以这样相入相即，所以就变成恒一恒二。恒一就是什么性空恒一嘛，恒二恒二二就是差别的意思。哦，恒二就是差别，差别那就是缘起之用。所以呢，如果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呢，就缘起就是性空，所以是恒一啊。啊，可是。性空就是缘起，所以就怎样就恒二啊。啊，性空就是缘起，所以又恒二，所以恒一而恒二，恒二而恒一啊。啊，所以一而二，二而一啊，差别而无差别，无差别而差别啊，一就是无差别，二就是什么？就是差别啊，所以差别就是用，无差别就是什么？就是体啊，所以。啊，我们要这样子去了解体用，就是恒一恒二，恒二恒一啊，体而能起用，用全归于体。其实就好像最常讲的例子，就是体水跟浪嘛。水呢，水是一啊，可是浪呢，浪是多嘛，多就是有差别，对不对
啊、浪啊、好多重波浪，这是有差别，有大浪有小浪。可是呢，水全部是浪，浪全部是什么？水啊，水就是浪，浪就是水啊。所以恒一恒二，就是因为水就是浪，浪就是水啊。哦，你说浪呢？浪其实它就是那个水啊，所以它也是恒一。可是水呢，它就是那个浪，所以水而能起浪，所以它也恒二。哦，恒一而恒二，恒二而恒一啊。水就是浪，浪就是水嘛，不是离开了水，另外有一个浪，也不是离开了浪，另外有什么？有那个水，水就是浪，浪就是水。所以体就是用，用全归体。虽然一个是有差别，一个是无差别。哦，体是无差别，用是有差别。可是差别的当下就是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当下不妨碍它有差别。哦，你用水跟浪常常这样去想就可以了解了。哦，水跟浪。水就是浪啊，水的当下就是浪嘛，浪的当下就是什么？就是水。但是浪有差别，水是怎样？没有差别。哦，所以这样就可以啊、了解这个体用的关系啊，啊，了解体用的关系。再来讲这个五分法身，是名五分法身者，为成空无所有。即无非可防是戒身，已成无相心智不圆是定身，了成空即是慧身，由成空无则不圆于有，不住于相是解脱身，有了成体更无异解是解脱之见身。好，五分法身呢，我们先把这个名相确了解一下，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佛学很重要的一个名相，五分法身啊。戒定慧，戒定慧大家都知道了哈。啊，解脱，解脱之见，简单讲，解脱就是因为你修了戒定之戒定慧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解脱啊。那解脱之见呢，就是说，你确定了，你知道了，你已经得到解脱了，很清楚，很明白说，说啊，我知道，我明白，我现在是解脱了，这个就是解脱之见。好，譬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境界产生，可是这个境界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虽然得到这个境界，可是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不清楚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去请教善知识，对不对？哦，所以说有境界，可是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情形？是只是妄想呢，还是说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这个不能确定，我们就要去请教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程度达到一个层次，就会不但得到解脱，而且很清楚的知道说没有错，我就是解脱了。这个就是解脱之见啊，这解脱之见。好，只是在华严经华严义理来看这个五分法身的时候呢，啊，他的这个解读呢，啊，比较深一点啊，他解读比较深一点。譬如说，他第一个戒，什么是戒？戒身啊，一般我们说戒就是防非止恶嘛。什么是戒？防非止恶啊。但是他现在是华严的境界来看呢，是无非可凡的，没有。为什么？因为尘是空无所有啊。我们会有非，有非就是有恶，所有的非，所有的恶，基本上它一定有它的成相嘛。譬如说杀生，杀生一定要众生可被杀嘛，是不是？对不对？
啊、哦，你要偷盗，你要有东西可被你偷盗啊。那你所杀所偷的这些对象是不是都是成相？没有错，都是成相。可是现在华严经我们学习了之后，成相可不可得？不可得啊。所以没有所杀的人，也没有可被杀的东西、被偷的东西啊，没有，所以也就相对没有非可防了。这样子来谈持戒啊，怎么持戒？一法不可，无一法可得啊。简单讲，无一法可得，没有可杀之人，没有可偷之物啊。这样子来谈持戒，这个跟啊所谓的二乘声闻的持戒是很不一样的啊。譬如说，你看我们大家在家受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啊，你就会说哦，这个杀怎样怎样怎样啊、哦，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都是有对象的，有成相的啊的分别。可是，在华严这里来谈的话，就是说成相不可得，所以自然无非可防，这个叫做持戒。这个是等级很高了，啊、哦，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叫做道共戒啦，啊、哦，在戒呢有三种层次，一个叫做类似所谓的啊、别解脱戒，就是一条一条，啊、哦，你要去持这一条一条的戒。那再高一点的就是定共戒，就是当你禅定修到一个程度，自然你不会去造这些事情，你不用特别说啊，你不可以做什么。他在初禅，他那么快乐的，那么高的一个禅定境界，他怎么可能去做这么低俗的事情呢？不可能，不用特别去规定他，他自然就不会去做那些事情了。譬如说像初禅的话，他是不会讲，就不用讲，不讲话了。不讲话怎么可能去造口业？所以这是定共戒啊，定共戒。那还有一个叫道共戒，道共戒是他得到解脱的人啊，他自然不会去造这些恶业啊。啊，所以这个其实有一点点，真正你悟到这个华严的道理，自然你都已经知道法界体了，你怎么还会去自己的法界体去伤害？去伤害法界体呢？自己的法界体去伤害自己的法界体啊！你去杀人也是杀自己的法界体啊！你去偷人也是偷自己的法界体啊！那不是很愚痴吗？是不是？好，所以啊，自然无非可防啊！这个是这样子来谈持戒啊。那定呢？已成无相，心智不圆，是定身。定，一般的定我们是怎么讲？定是心住一缘。禅定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呢修不净观，那你就要去圆那个种种的不净啊。比如说白骨观，那你就要观想白骨啊，啊，你心里都要圆那个白骨的相，对不对？啊，你说呼吸啊，安那般那，那你就要圆你的那个呼吸的相，对不对？那现在他现在华严来谈这个定呢，他不是这样谈的。他说一切法不可得啊，你要去圆什么？一切法是空啊，一切法都是法界本体，法界本你的心也是法界本体，一切法也是。那你怎么以法界原体去圆法界本体呢？自己不可能去攀缘自己嘛，你的心能圆。简单讲，一般的禅定是有能缘跟所缘嘛，能缘的心跟所缘的那个境界啊，呼吸也好，乃至佛号也好，所以念佛看你念到什么程度啊，你念到有能念所念，那是一个程度；你念到没有能念所念，那就是现在的华严要讲的境界了啊。以念佛来讲，念佛念到没有能念所念。因为法界本体不可能去念法界本体嘛，
能念的心也是法界本体，所念的佛也是法界本体。那怎么自己去念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没有能念所念，所以自是不圆啊，心不自圆。所以他讲心自不圆，不可能自己去圆自己，就是法界本体不可能去圆自己啊。啊，或者是不可能去圆那个无相，啊，无相之尘啊，也不可能去攀缘那个无相之尘。所以这个是定身，就华严所谈的定是这样子的，没有能缘所缘，啊，没有能缘所缘。所以有能缘所缘的，是啊，我们可以讲就是比较初步的层次啦。但是其实初步的层次还是很重要啊，啊，初步的层次还是很重要。像啊，这个《地藏十轮经》它就很强调说，你学法不能用跳的。啊，你能缘所缘，有能缘所缘，你最后还做不好，你就要跳到没有能缘所缘，那个是自欺欺人啊！啊，所以也不能乱跳。所以能缘所缘的基础打好了，才有办法再进一步谈到说没有能所。简单讲，你现在佛号就还念不好了，一妄想一堆，你就在自以为说已经没有能念所念。啊，那不是，这个大妄语吧？就是所谓大妄语啊！你这妄想还一堆，你还在想说我已经没有能念所念了，啊，这个所以不能说是不能落等啊，不能落等哈。好，了尘空寂是慧身啊，这个就比较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了啊。慧就是通常要知道说无我空性嘛，所以了成空寂这个是慧身。好，那解脱呢？解脱就由成空无，则不缘于有，不住于相，是解脱身。哦，所以透过前面这个戒定慧的修学，哦，那你就知道成是空无啦，不缘于有，也不住于相，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就解脱了嘛，啊，就解脱了，啊，有了尘体，更无他，更无异解，是解脱之见，解脱之见真，啊，由于你知道的这个尘的体性，啊，就是这个空性，就是它的法界本体，更无异解，没有在其他的，很确定的，就是这样子。这个一为尘就是我们的法界本体，一切法都是我们的法界本体，没有这个世间没有在其他的别种看法了，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解脱之见，一切法的真相就是如此啊！一切法的真相就是如此，不再有其他的啊这种看法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很确定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解脱之见啊，解脱之见啊，一切法的本体就是我们这个法界体啊，不再有其他的看法跟想法，这是唯一真实的看法想法啊，这就是解脱之见了。佛所谓的佛也不过就是这种看法想法而已，佛就是这样啊，佛就是见证到了，彻底见证到了，就是法界本体，所以他成佛了。那我现在也见证到了这个法界本体了，那我就是成佛，这个不再有其他的看法了，所以这就是解脱之见。哦，最后他解释身，身以依止为意，为自依法显而得成立故。为法身也，哦，五分法身，法身最后他讲这个法身是什么意思啊？他首先先解释什么是身，身就是依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是依止在，你看就是依止在这个身体上面嘛，啊，或者我们在讲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对不对？啊，当然这佛教不讲灵魂，但是就是说我们用世俗的了解身，就是说啊，我们的神识住在这个身体里头，
对不对？啊，我们的神是住在这个身体里头，所以这个身体就是医治的意思，就是你的神是医治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呢？佛法不讲神是，他讲智慧。佛法不讲神是，讲智慧。智慧依止在什么？依止在这个法上。哦，一般人是讲说神是依止在这个身体里头，对不对？神是依止在里头。佛法不讲神是，讲智慧。智慧依止在哪里？依止在这个法身，就是这个法，这个法就是法界缘起法的意思，就是这个法界缘起的这个道理。也就是我们的智慧呢，是依止在这个法界缘起的道理，哦，而能够开显出来，哦，所以叫智依法显啊，所以它叫五分法身啊，就是你的智慧在哪个地方，你的智慧在哪里？从你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个地方，去说你真正有智慧了，你真正有佛陀的智慧了。你说你真正有佛陀的智慧，结果你还在杀生。啊，你说你有佛陀的智慧，结果你一天到晚在生气，那你都骗人的嘛。你说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在哪里显现？在你持戒显现，在你有定的时候显现的，你在有解脱解脱的之见的，所以它叫五分法身。就是说，你的智慧，你真正的智慧，你圆满的智慧，就是在这五个地方，五个它依止的地方显现出来。不然你说你有什么？你的智慧在哪里？对不对？啊，所以这样叫做法身呢，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在，在我们的智慧呢，在这个解脱，在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地方依止而显现出来，所以把它叫做法身啊，啊，我们的智慧依着这个法，这五分法身而显现啊，所以叫做法身啊，叫做法身这样啊。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大众礼谢法师问讯，一问讯，阿弥陀佛。